没有谁能击垮你，除非你自甘堕落。不拼一把，你怎么知道自己是人物还是废物啊？比你差的人都没有放弃，比你好的人仍在努力，你有什么资格说你无能为力啊？舞台再大，你不上台，永远是个观众；平台再好，你不参与，永远是个局外人。能力再大，你不行动，只能看别人成功。没有人呢会关心你付出的多不多，撑得累不累，摔得疼不疼，他们只会看你最后站在什么样的位置，然后羡慕或鄙夷。